方家驊議員。主席，我最初睇到呢個動議嘅措辭嘅時候，其實我感到有少少奇怪，主席，因為我哋香港嘅商界一向都非常之着重，就係話政府係唔應該干預市場，唔應該干預經濟。咁但係喺一個政府係冇辦法之干預嘅情況之下咧，咁啊似乎就商界就提出個動議就希望咧政府干預。主席，如果你話淨係要幫助中小企，幫助依個香港嘅一般嘅市民去迎接或者係去處理我哋嘅經濟低迷嘅時候所遇到嘅經濟上嘅困難，我覺得係冇問題嘅，亦都即係或者係不必要提出嚟喺依個議會度作出討論。咁但係如果你又講到即係量化寬鬆政策依樣嘢咧，其實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有非常之強烈嘅唔同嘅意見。首先咧，就其實這個政策本身係咪應該施行咧，都係一個非常具有爭議性嘅。好簡單，主席，上兩個禮拜，伯南克話我考慮會退市，哇！即係有時冧到唔得掂。主席，我上個禮拜我打開我自己個 portfolio， 即係我投資嘅記錄一睇，嚇咗我一跳，以為我死啦，我破產啦。依幾日今朝早佢又話我而家要考慮就暫時今年唔退市啦，哇！即係爸爸聲又升翻曬。咁啊，頭先我銀行嘅經理打電話俾我話：你唔使驚啦，你唔使考慮辭咗立法會出嚟揾錢啦。係咪咁樣玩嚟香港即係經濟咧？嗱，仲緊要嘅主席就係話，佢唔係淨玩美國經濟喎，佢玩曬全世界喎。咁不但玩全世界喎，香港係被玩得最緊要嘅地區。點解？因為我哋掛咗鈎。我哋掛咗喺美元度，我哋冇得走啊！我哋走無可走嘅。嗱，我哋特區咧又係好怪嘅，我哋係冇一般呢個主權國家有嘅一啲經濟嘅工具咧，去調節我哋嘅貨幣嘅供應啊，或者係我哋嘅經濟嘅環境嘅。我哋係冇息口可以處理，我哋冇外匯或者貨幣嘅政策係可以影響我哋嘅經濟。咁其實我哋咧，你講得唔好聽咧，就係由朝到晚都係坐喺度挨打嘅啫，嚇係睇下歐洲有咩問題，美國有咩問題係影響我哋。主席，但係話又講得翻嚟，其實你話有呢個量化寬鬆政策，有熱錢湧咗嚟香港，其實係咪好事咧？主席，我又唔覺得係好事嘅喎。啊，有啲人會覺得係好事啊，可能梁君彥佢哋啊，即商界覺得係好事，我自己本人係唔覺得好事。因為我覺得其實是一些假象來的，有熱錢湧進來，沒錯，我們是有一段時間我們享受低息的這個環境，可以低息貸款，但是這個假象呢是令到你，我們英文有個講法叫 Low you into 這個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就是說騙了你呢，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安全的地位裡面，其實我們不是的，其實個地位係非常之，英文嚟講 precarious， 即係一個非常之係脆弱、隨時可以變更嘅地方。好似上個禮拜咁就係啦，伯南克出嚟講講，我話：喂，我而家考慮，我考慮啫。啊，其實今日我哋睇到報紙講咧，其實當日嘅會議咧，其實有一半人咧係話要好仔細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啊，佢講咗一句考慮就已經影響我哋，哇，雞飛狗走啦，我哋香港。咁所以有啲熱錢湧咗入嚟，其實對我哋整體長遠嗰個發展咧，其實未必係件好事嚟嘅。低息帶嚟嘅咩嘢咧？帶嚟嘅就係樓價飆升啦，係咪？樓價飆升對我哋嚟講絕對唔係好事。你話政府就要拎一個一個辣椒、兩個辣椒、三個辣椒，咁啊跟住引起一萬幾千人上街遊行，係咪好事咧？嗱，我覺得局長，我覺得局長係心知肚明，應該知道唔係一個好事嚟嘅。咁如果2000退咗去，係咪等於我哋嘅經濟崩潰？絕對唔係喎，主席，我哋反為我哋其實我哋係希望係有外資喺香港係作呢個長遠嘅投資嘅，唔係作短線嘅牟利嘅。我哋係剔走咗一啲短線牟利嘅投資者咧，對我哋將來整體嘅健康發展咧係更加有利嘅。咁所以有時咧係忍少少痛咧，係就俾將來咧係影響我哋嘅整體嘅經濟發展咧，係更加咧係有利。主席，
我亦都係唔同意咧，就係話若果市場有啲乜嘢嘅波動，無論係因為你呢個量化寬鬆政策係要退啊，或者唔退啊，就即刻有個英文叫做 knee jerk reaction， 中文即係膝頭反應，係咪主席？我真係唔係知道，唔係好知道係咪一個即係即時嘅反應啊？其實係唔應該嘅，我哋嘅。金融監管的制度在香港來講，東南亞來講是算是健全的，是算是令到很多投資者呢是尊重的。但是如果你說市場有什麼突然的變化，我們突然在監管制度就要改變我們一貫的立場，或者是我們的水平，或者是我們的準則呢，其實得出來的結果不是幫到我們的經濟，而是令到我哋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地位嗰個可信性同埋確立性咧係成疑。咁所以我亦都唔覺得，如果係有熱錢要走，或者係美國話要退市，我哋嘅金融監管嘅制度就要即時要作出一個即係反應性嘅一個調節。相反，我哋係應該保持我哋目前我哋呢個水平，我哋希望鼓勵多啲人喺香港作長遠嘅投資，我哋有熱錢入嚟，可能令到我哋有一時之快，冇乜所謂。但係佢走嘅話，對我哋嚟講未必係一件壞事。咁所以我希望咧，係我哋嘅同事對呢個課題所睇嘅角度咧，係可能希望從一個另一個比較廣闊啲嘅，或者係長遠啲嘅角度去睇，就唔好作出一啲恐慌性嘅一種反應。主席，我重申。若果梁君彥議員所講嘅係話要幫助中小企，我哋幾時都應該幫助中小企嘅，唔係應該喺退市嗰陣時特別係着重嘅。咁所以我希望今日呢個課題咧係可以喺無爭議之下咧獲得通過。